学佛啊，学佛的心大得多啊，通达苦集灭道，速提十二缘道啊，开宽卡显真实啊，这咱大家人。爱真用心哦！既然咱是发心学佛，就是要学的。咱的心是通达大道、菩提心、大德道，这条路真得啦！咱那是这条的心路的。通嘛，那就是通达到苦集灭道。佛陀说法的开始，就是以速提法、苦集灭道为起点。咱学佛的人，必定爱从起点开始。人生本是苦啊，那无了解这个苦，定定呢求无止境啊，不如意的代志十有八九啊，唔知影讲人生是因缘会集，定定人甲人的中间互相相处。互相埋怨啊，时时呢对别人，咱拢总是无满意啊。什么代志？好亲像大家人拢是对不起咱，这拢总是咱道理无通达啦。咱若道理通达，咱就知影人生世间呐。一切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呢，不如意的代志，十八九的中间，所以咱应该爱会当通达这个会气的道理，和咱不如意的烦恼，所以苦集。咱若会当了解呀，阿妈，什么款的代志，都会当通一一真简单明了化解掉去，那不就是灭了吗？所以咱要灭种种的烦恼啊，家己呢都爱有迄份的智慧，智慧心嘛，心宽宽。心宽宽呢，就无烦恼，无烦恼啊，就真自在。这条的路就真定呢，和咱通达到菩萨道、教佛的境界。所以，这个速提法啊，是咱学佛者的基础，也那无。不管做什么代志呢，都是啊不如意啊。人的日常生活都是啊在烦恼中，所以呢，学佛的心大得多吼，那本来就是这简单，互相来感恩，彼此勉励。为人群、为众生付出，咱大家人甘愿欢喜啊！感恩啊，感恩啊！我感恩你，你欢喜；你尊重我，我欢喜。所以彼此感恩，互相尊重，目标就是干那真字，那就是。无边际的爱，这呢就会当通通达。那么，苦集灭道了解了后，
是安怎咱来做人啊？啊，人的原因是对倒来啊？那就是十二因缘呐，一切呢都无离开因啊缘呐，这个缘呐也来牵引咱的这个因，因会做缘，所以因缘牵连咯。开始无明。言行行言实实言明实哦，安尼直直言落去，有十二种，一直到老病死。老病死死了后，是毋是结束了？这个十二因缘安尼结束啊？呢，无结束，因为呢，咱证明啊，迄、那个苦集灭。多呢，伫人间无了解，不断伫咧作业，做中了这个十二因缘，要不断呢连结绵绵，下处倒闭，万般带未去，唯有业随心呐、啊。所以，咱素体法一定爱了解。通达，也那无呢？十二因缘呐，从这念无明开始呢，就开始行动啦。啊，就是行动的咱这个意识吼，那、意识啊，开始呢，行动呢，啊，就去做做啊，开始啊，就搁在人生。万般带未去，唯有业随心。伫倒一个所在投胎，胎形出来啦。所以迄当阵，敢若叫做名识，有名而已吼。啊，怀孕啊啦，其实咱怀孕啦，人体真奇妙啊。父精母血结成的时，也未成人形啊，那得。老母的胎，胎种的内底啦，慢慢形成，也未六根分明的时，名叫做明识，敢若有一个名字意呢？定，总共一句呢，安尼不断，这个明已经是伫老母的胎芽啦、怀孕啦，慢慢六根成长，慢慢呢。十月怀胎已经开始吼、哦、啊，就出世啦。那么就接触人间啦，接触了人间呢，哈、啊，就开始有感受啦，啊，佮开始呢，佮延续着呢，这个欲啊、爱啊，那、啊、爱开始呢。都搁在有啊，有啥物搁有业吧？啊，都安尼呢，直直到老病死，安尼直直传落去十二种的因缘。这咱也是无去了解，不断呢，都伫苦集灭道十二因缘的内底，那会当通达了解啦，咱开始。会晓修行啦，那就是六道行。所以素体十二缘六道，这拢总是咱修行的境界。素体为基础啊，十二因缘呢，互咱明白人生的起来。那么六道呢，就是咱爱修行的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。禅定智慧，而这呢，就是咱修行的功课吼，从苦凡夫的处境，啊，用这个六道度过了这烦恼的苦海啊，到达了寂静清净圣人的境界。从无明的心道教呢，咱回归咱清净
真如的本性，就是啊，爱靠这个六道吼，所以咱必定呢，爱通达苦集灭道吼，四谛十二言甲六道的方法，那安尼呢，佛陀啊，一条路甲咱安尼铺过来。教育有处事呀，安尼甲咱教育过来吼。这个时阵，到佛法这个时阵呐，就开宽阔，过去方便法啦。现在佛陀呢，正直下方便，已经该放弃了过去呢，众生的根基。大中小的根基啦，那即马拢已经够济整齐啊啦，迄、那个方便法就该下去。现在呢，开显呢就是真实法，所以咱从学佛心开始。啊、哦，咱讲过去。五金喜无畏，释迦牟尼佛已经真欢喜啦，时间也差不多啦，众生的根基也开始已经会尽啦，会当接受大法的时阵啦，所以呢，佛陀开始放心，啊，喜无畏，我即马会当放心啊啦。以诸菩萨中正直下方便，开始咧说无上道吼。大家人已经咧开始发心，发大道心啦。过去呢是小根小蒂，即卖现在呢根蒂。拢开大起来啦！知影讲，人人本具佛性，人人呢爱回归咱的真如本性。但是要回归这条路呢，就是得菩萨道。所以佛陀开始放心，会当甲大家人讲，指明这条路呢。直行都无唔对啦，所以以诸菩萨中，就是菩萨道中正直下方便，开始甲大家人讲，大家人的付出，到底你为啥人付出呢？是为家己付出啦，是咱伫咧修行呢，众生啊。虽然是苦难偏多，但是菩萨所言言苦众生，你若要做菩萨，就是因为呢有众生的苦难，才有菩萨的名数哦。所以咱要用感恩心嘛。虽然有形的你布施出去。那无形的呢，是咱家己定啦。付出的有形有量，得来的呢是无形无量啊。迄、那个智慧，咱的慧命正定啊。所以佛陀现在开始甲大家人讲。正直下方便，有形的付出去，实在讲，无形的是恁家己得。那，咱也会当了解啦。这就是无上至高的道。所以，咱若无了解，拢一直感觉讲哦，我是为你付出的啊，其实呢，是为家己伫咧修行。不是为别人在付出，别人呢是一个法门，
这无量的法门现前呐，予咱呢会当行会通的一条道路。这咱应该用感恩心嘛。所以啊，这佛陀啦，伊伫这个中间已经放心啦，开始来说无上道吼。那下面过落来讲哦，菩萨闻是法。现在啊，大家人拢发大心啦，要行大法啦，所以会用诶称为菩萨吼。啊，即系菩萨修行者，就是听到即个菩萨道的法吼，以往戒依地，千字别罗汉呐，色亦动作法，阿罗汉声闻缘觉，这拢是消根消基，或者是。中经中基吼，即大家人诶，即个知识啊，也阁无真精济。发心修行啦，各有根甲基，啊，当然啦，各有因甲缘。四十多年来，佛陀啊，就是安尼寸寸。葫芦啊，用爱呢来教育，慢慢来辅导大家人，从小根小基呢培养啊，把这个法呢慢慢引导，引导到发华会这个时阵，大家人已经呢起大基啦，会当立大法啦。所以呢，这以往戒依地，咱一直讲过去，就是一直要予大家人唔通有怀疑啦，相信迄、那个信经呢，爱真用心深入，所以这个信经爱真深，自然啊听到大法啦。都无有疑问，即使呐听法阁有疑问呐，容易呢生诽谤的心，因为伊无法度信受，毋是安尼的根基。一台脚踏车，你要用千斤的物件甲扛落，一台脚踏车呢，绝对呢是会互伊跌扁去吼。那损坏啦，这台呢，一小小的脚踏车，而应该呢，都是爱用牛车，哦，或者是呢用卡车，或者是爱看伊，这重量有偌大，咱都爱用偌大运载的器具，甲咱根基同款。小小的根基，你用大大的法护伊，那会损害了伊的信心。不信修啊，反倒转来呢，就是诽谤。所以过去佛陀无法度施展真实法，只是会当头施权教育。现在呢，大家人的信心啊。已经真深，也真坚固啦。呀，这个欲望呢，啊，已经起底咯。
这地内底呢有千二百罗汉，是声闻罗汉吼，消根基的人，适应当作佛啊。即马开始呢，慢慢已经发大心啦，根基啊已经呢真成熟啦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内底啊，它有受记品，都是为这个出家的声闻、缘觉、罗汉等等呢受记吼。佮另外《法华经》佮落去，那虽然因也未真正实行菩萨道，但是呢，因的根基开始会当接受，会当相信。所以以往皆已知啦，人人已经发菩萨心啦。佛陀本来就讲，众生根基无清净，有的人呢是一文千五，这呢是上根基的人，也有中根基啊，一文十五吼。啊，了解啦。虽然真无通，也未真通达，不过呢，相信啦。要那下根基的人呢，虽然听到啊，听也未清楚，不只是也未清楚，也阁有疑问重重，这就是下根基的人。所以那是大根基啦。开始接触到佛的真实法，声闻罗汉等等这的人啊，伊虽然啊听法，唔过呢，就是动固执，这个习气固执啦，就是习气。咱向来都是一直拢有这个习气伫咧啊，不只是原来有习气啦。搁再呢，起心疑，心呢搁怀疑吼，过去的习气伫咧哦，虽然听法啦，啊，这个习气都也伫咧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法开始讲呢，消根基的人，都搁有新的怀疑，敢有敢安尼？我敢为影会当生活，真呢？有怀疑吼，都无法度受大法。只系有这个怀疑，有这种的执着的习气，这就亲像真如的面顶遮盖着无明，伫咧共款。所以即马开始都爱低调，就是欲望盖伊低吼，必定爱低调。啊，若无呢？这个大法无法度好接受，所以现在啦，大机菩萨已经发大心啦。那闻菩萨法，这个时阵，旧的习气去除，那新的怀疑未过去，那就是信受奉行吼。所以叫做菩萨闻法。以往改依地，搁接落来呢，千二百罗汉啊，十亿当作佛吼。现在所讲的是2000多年前嘛，
发花会迄个时阵，吼，声闻缘觉菩萨啊，吼，隆重呢，发大心嘛，开始精进习业动作佛，隆重呢，会当作佛啦，会当成佛啦，未有低级啦，而不得成佛。总共一句啦。咱一定爱真坚切的信仰，信受佛陀的教法，唔通去怀疑啦。咱过去的习气呢，咱应该爱好好赶紧改弃除欲望啊。这个欲呢，都亲像一个网共款。你若走入去网的内底啦，你永远呢。就是跳脱不出来，咱要赶紧呢，剪破了这个网，咱才有法度呢，脱离了这个网吼，这个欲望啦，欲望吼，那欲望打开啦，这个真实法，咱才会当接受吼。所以咱学佛就是得自己信，这个信呐，爱。坚定的信仰，佛心真正爱入咱的心。佛陀呢是遐尼正慈悲，因缘善诱啊，寸寸破路啊。咱现在呢，这个心路呢，应该爱通啊啦吼。那虽然讲开方便法，说速体法门。其实呢，那无安尼寸寸的路，咱哪有法度去体会呢？人生的来去因果呢，十二因缘，咱哪无通达这个十二因缘呐，咱嘛未晓家己搁再去破路。佛陀为咱破，咱家己呢也都爱身体力行去行这条路吼，所以啊。现在已经呢是开宽卡显真实的事，真实法在咱的面前，咱呢必定爱破开欲望，接受真实法。那安尼呢，这条心路大得吼，都无困难啦，无障碍啦，这爱咱人人。时时爱多用心啊。